爸，你怎么跑我这来了？没下班的吧？我请了会儿假。嗯，好，去吧。好的，师傅。我来打包几个菜给江毅送过去。他想吃菜，回家我给他做。他不方便出门。哦，他不方便出门，所以你就变身为一个外卖小妹给他亲自打包送过去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在工作上有事求他。 是求人办事，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真是个机灵鬼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